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7年这个9月16号，星期六，也是农历的7月26。好，那么下个星期三呢，就是农历的8月初一啊。希望大家多吃素，多念经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，师傅。啊，你好。哦，我打通了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吧，师傅？听得到，你讲吧。嗯。啊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75年的兔，我的身体。75年的兔子。啊。嗯。哦，你这肠胃这个地方非常不好。对，我的肝也不好，我上次检查有肝囊肿。我看看。嗯，一点点了，不是很多。嗯。哦。你吃全素了吗？吃全素了吗？全素了，我吃全素3年了。你要吃的再干净一点。嗯。好，可能有时候我吃的不干净。嗯。我有时候吃到蒜的话，晚上做梦都会护法神提醒我，他说你要是再吃到蒜就不保护你了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嗯。我告诉你，臭的不得了。嗯，哪有？是。对不对啊？啊，是，我会注意的。你要注意啊！你这个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你这个那种鸡蛋呢，也要蛋黄要少吃啊。嗯。好，我最近这2天都不敢吃鸡蛋了，好像。嗯、蛋白你可以吃蛋白，嗯。嗯。还有、啊。还有我的那个。你要注意啊！嗯、你这个，你要赶快跟菩萨忏悔、啊，嗯。好。因为你在这个学佛当中有过不精进啊。嗯，是有懈怠的。我有懈怠的时候，我总是每天都心里在想精进，然后总是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。嗯，太懈怠了。嗯嗯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对不起，现在你这个病呢，现在我看到呢是还有一些不好的灵性在搞你。有一个像猫一样的脸的那个一个男人，眼睛很小的，哦、嗯，他在你身上，嗯。我前天做梦还有人在追杀我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嗯、我告诉你，经常追杀的人，过一段时间他就生癌症了，因为他在下面要把你的魂魄拉走的话，你阳间的身体一定会出事情。听得懂吗？我忏悔，师傅，我忏悔、嗯，我一定好好忏悔。而且我刚刚看你图腾，啊，你过去也做过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嗯。哦，对，我做过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。你要知道、嗯，有时候天网恢恢呀、啊，而且你这个是帮着人家做的，你明白吗？嗯。师傅太对了，我已经。就是说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也给那个人说了。你要记住啊，知道错了就说了就有用了。你要好好的念礼佛，要许愿多少遍多少遍的。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伤了人家的话，这个天上都会记的。如果你天上来的就天上记，如果你是正宗正规的投胎上来的话，你就地府就记你了。逃也逃不掉的。对不起，我一定好好忏悔这次。你要跟菩萨讲的，明白吗？好。你不要以为菩萨不知道，现在菩萨在帮我们，所以你人家来帮你的人，你不跟菩萨好好的忏悔，你以为你瞒掉就瞒得掉菩萨了？开玩笑嘛，你不是？嗯。好，我好好忏悔，师傅，我知道我这次做的特别错了。啊，现在明白了吗？嗯。啊、嗯。还有我的妇科也不是很好，我看看啊，嗯嗯，哦，你的腰不好，腰，嗯，是腰不好，嗯、腰不好，你的腰椎啊、嗯、也影响你的妇科的、嗯，明白了吗？对吧？腰这里会痛的，嗯，经常痛，还有呢，嗯、那个。我现在呢，看那个妇科呢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好，就是右边呢有一些稀稀拉拉的那种
就是黑气、哦、右边就是不干净，你听得懂吗？嗯嗯，我听懂师傅。你这样吧，你第一呢要保持干净，要多洗澡，第二呢自己呢不要邪淫，脑子里不能邪淫，明白吗？我脑子总是犯这种有这种想法，知道吗？但是我已经许愿，就是说不再。我已经刚刚跟你讲了，就是夫妻之事呢，真的也要对方要配合的。如果老公一直想有需求的话，对你也是真的也是一种考验，也是很难了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你们并不是出家人呢，明白吗？对。我明白是。所以这种事情呢，但是有时候你要记住了，有些事情我不能讲了。你要知道，你就是正常的夫妻生活，你如果有的话，你就会有一次就折寿一次，你知道吗？只是折的时间不多，就是不是像人家做坏事折的这么多，但是也是折寿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好，我明白师傅。嗯，就是这样。嗯嗯。好，嗯，我的不良习惯你说说我吧，师傅，我真的想改正自己，但是总是脑子里乱的，你主要是意念脑子里乱的，你明白吗？对，意念不干净。要克制啊，看到不好东西咬咬牙就过去了。好，你知道菩萨看到你们做坏事，你知道菩萨很难过、啊、说你们还修心呢、啊、你们还要学我们菩萨呢，你这个怎么弄啊？你念经念得好的时候菩萨开心，就像个小孩一样，读书的时候爸爸妈妈很开心，一会儿出去捣蛋了爸爸妈妈伤心啊。你知道现在网络上那些东西不能看，明白了吗？你看了之后那些不好的这种邪淫的东西，看了之后只会造成你的伤害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师傅。他在启发你们的这种兽性，不是启发你们这种佛性，听得懂吗？对对。因为人本身有兽性有佛性的，因为不管怎么说人还是个动物啊，你明白了吗？对对，我明白师傅。感恩师傅。好了好了。嗯，师傅你帮我看看我家的佛台。你家佛台啊？哦。嗯，佛台还可以啊。嗯。哦，感恩师傅、嗯，菩萨有来吗？师傅。来，有菩萨来过。嗯，观世音菩萨也来过。感恩。好好努力啦，你不算坏人，我知道。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啊、哦，我好好忏悔。毛病改改掉嘛，就是个好人啦。对不对啊？好好好，好了好了，好的，再见再见，师父保重身体、嗯、再见再见。喂你好。喂师父你好。你好请讲。你听到吗师父？听到。然后感恩师父，弟子给师父请安。谢谢师父。能不能帮忙看一下看一下我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有孩子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82年属狗的。嗯，蛮难的。你赶快念往生咒啊！我自己是吧？啊，每天要念。至少念七十遍往生咒吧。嗯。好吧。好。嗯，你过去吃的活的盯着一个活的东西吃的太多了。嗯。我以前是吃了很多。嗯。你是你的问题，你先生属什么？你再讲一遍。先生是78年属马的。你呢？我是82年属狗。是你的问题，你的输卵管堵塞了。嗯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多做善事吧，多求菩萨吧，看看晚上菩萨能不能到你梦里来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嗯。我大约念多少小房子？你至少要念800张，好吧？至少念800张。想生孩子的话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嗯，再见了。
我告诉你，这个特别灵的，你放心好了，好好念经。吃全素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是吗？吃好多年。啊、嗯，好了，继续吃吧。先生还没吃。啊？哦，先生没吃。先生还没吃。嗯。嗯。你先坚持吧，好吧？嗯。好了好了，再见了再见了，嗯。师傅辛苦。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您好，对这个您请问，您辛苦了。谢谢，嗯。嗯，师傅您好，麻烦您看一个刚刚过世的一个亡人，他的名字叫宋玉兰，宋就是宋庆龄的宋，玉是玉石的玉，兰是兰花的兰，他是今年9月2号刚刚走的。宋玉兰是吧？嗯。对。他走得很突然，但是非常安详。他就留了一句话，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，都放下了，然后就走了。走的时候，过了几个小时，身体还是柔软的。请师傅看一下他现在在哪里。他是我们的同修。嗯，在色界天，嗯。哦，色界天。嗯。哦，感恩师傅，太感谢了，感恩你。很厉害。嗯，感恩你。他主要是靠后面念小房子，而且自己真修。他要是再早一点修，再撑一下，他就上，就是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嗯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太法喜了。现在也很高，现在非常高，而且他上了天上之后啊，他额头上就有一块闪闪发亮的，像我们人间讲像珠宝一样的东西。哦，这样，那太法喜了，太感恩师傅了。嗯、他是走之前几天，家里面的香一直打卷、嗯，之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，就是走之前几天接连打卷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非常好，嗯。哦，那他的儿女还，而且穿儿女还不知道、啊、他，而且穿得非常漂亮，嗯。哦，太法喜了，感恩师傅、嗯，感恩菩萨。我现在看他边上还有一个像孔雀一样的东西。嗯，哦，孔雀那是天上的瑞兽。哎，瑞兽还陪着他，嗯。哦，非常漂亮。那他还需要，继续送小房子给他吗？看情况吧，我怕他不精进，但是我觉得他走的时候是很精进的，嗯。是的、嗯，他走之前一直在念小房子，每天自己念，能念5-6章的吗？非常好，我告诉你。他说他会保佑你，你把我这录音给他家里人听。他说他会保佑他们家里两个人的。两个人。哎、他的儿子跟儿媳妇是吗？嗯，我不知道。因为他儿子跟媳妇伺候了他十几年。哎，那就可能是这两个。他说有一个那个叫。他要保护的这个人就是很可怜，人很老实的，嗯，人很老实，嗯，是吧？是不是很老实啊？嗯，他儿子是的，是的，他儿子跟媳妇一直照顾他，但是他另外几个女儿就总是想要老人家的房子，嗯、就不怎么靠近老人家这样子。嗯，就是儿子是不是很老实啦、嗯？是的，是的，儿子很老实。那就是了，儿子就是不管女儿们怎么做，他就照顾他老娘，他也不管。对呀、啊。就是将来房子怎么分、啊、怎么样，他也不管这些。嗯、感恩师傅太法喜了。嗯。请您再看一个1954年属马的男的，就是他儿子。哦，是很老实的，真的很老实。他是农历9月15号的生日。他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是呢，这个孩子呢，我告诉你，从小啊就比较憨厚，但是呢脑子有点迟钝，明白吗？对，就人家说什么他都听，他都信。有点迟钝，这个孩子呢，这个儿子呢，好像有点欠缺，就是身材方面呢，比较有点欠缺，嗯。对，他个子很矮。很矮，就是。对，他个子很矮。看上去就是人家很容易讲他，拿他开玩笑的那种。
哎，对的对的，嗯，对，他说你先给我干活吧，钱回头结给你，他就一直给人干，干了十几年一分钱都没要回来。之前师傅您帮他看过小房，看过图腾，您说让他画十七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，他听您的话送完了，然后其中一间公司呢给他一张支票，他特别感恩，但他现在没法兑现这张支票，因为那公司的账上钱不足，另外一个公司也是欠他钱的，那个钱打到他账户上了。那领导想跟他就分一部分利润，他不答应，结果那个领导就天天派了一帮人盯住他，他也没法把那个钱取回来，他就想请师傅看看他应该怎么做。他就是执着，人家领导问他拿一点，你就叫他给他人家一点吧。嗯，哦，好的，好，感谢你，叫他赶要赶快拿一点了，否则这个妈，这就是他妈妈死的时候不放心的原因啊，怪不得的。嗯，好吗？哦，嗯，这样子。嗯，感恩您，感恩师傅，太发喜了。你现在知道吧？看图腾厉害吧？是啊，是啊。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，所以一个人呢，真的活在世界上了，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真的不理解。好了。嗯，是的，感恩师傅。那他的那个功课要不要调整一下？他现在心经四十九，然后解结咒，您让他四十九、八十四每月交替着念。嗯。在那礼佛呀，念三遍。啊，礼佛他现在每天五遍。嗯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嗯，这孩子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生殖系统会有问题的，这孩子，嗯。啊，对，他现在是有这个毛病，啊，你说了，对，现在知道了吗？看看，你像师傅厉害吧？是是是，他特别信您，他当时您让他念十七张小房子，他还说这。就这么几张能不能管用，结果他送了以后马上就有转机了，看见了吗？你叫他再送四十九张，他的钱就可以拿到了。嗯，好，哦，感恩师傅。好的，他念得 好, 好的，就是，他这个孩子老实，好吧。对，嗯，对，他说他送完这十七张菩萨就来了，就他就梦到菩萨来了。对啦，不要讲啦，师父给他等于牵线搭桥了，听得懂不啦？嗯，听得懂。好了，感恩您，您辛苦了，谢谢您，感恩您。好，师傅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啊，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嗯。我咨询一下啊，这里啊，麻烦师傅看一个八五年的牛。八五年的牛啊。男的女的，看看他图腾的，女的，看看他那个图腾颜色，身上跟家里有没有灵性？八五年的牛，图腾颜色是偏淡的。啊，这个牛。他现在怀孕了，可以请师傅帮他看看小孩吗？啊，看到了。啊，在啊，在啊，在啊，小孩子蛮好。怎么样，孩子怎么样？蛮好啊，蛮好啊。就是想问一下，他生的时候是自然生还是剖腹产比较好？我看看啊。哦，这个孩子，我告诉你哦，这个孩子还是地藏王菩萨给他送过来的喽。对的，是菩萨送的，是观音菩萨送过来的。师傅，他想跟师傅讲，他一直想跟师傅讲，就是新加坡灵山法会真的很灵。当时师傅说，回去会有好事情，他去做义工，回来以后。他就有孩子了，然后他之前他很想求，但是又怕，他说怕求来是那个。我看到是地藏王菩萨送过来的。对，不是，当时我梦到是那个我们在弘法的时候，观音菩萨给我讲，他说你们家会有一个女孩了。嗯。结果真的是女孩。对呀，啊，地藏王可能是观音菩萨，就是告诉地请委托地藏王菩萨给他送的。嗯，对对对，观音菩萨就告诉我们有，嗯，会有一个女孩，所以这个孩子挺好的。好，挺好的。现在在肚子里是横过来的，没有头朝下，是横过来的，横过来。还有一个多月。嗯，横过来，他这个羊水要当心，可能会早破。嗯。哦。叫他最好，最好能破腹产嘛，最好了。嗯。哦，最好能破腹，他是十一月九号的那个预产期。然后就是前面两，就是跟这个日子可以选吗，师傅？可以啊，蛮好啊，蛮好啊。可以选一个什么日期呢？十一月九号也蛮好的，十一月八号也可以。十一月七号好像是一个大日子。
不要不要不要选大，不要啊、哦，不要大日子哈、哦，就是七号跟九号都可以，是不是师傅？八号和九号。哦，八号跟九号。七号是大日子，不要。哦，大日子不要。啊，然后师傅就是说，像他这种孩子的话，起英文名字的话要注意，和中文名字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？他是属鸡，就是今年生出来是属鸡。嗯。注意嘛，就是注意吉祥啊，谁的名字都要吉祥啊，让人家叫了就喜欢叫，你就叫吉祥，明白了吗？取个吉祥。不是啊，就是要非常非常让人家喜欢叫这个名字。嗯，到时候取了以后请师傅选哈。帮你选一下吧，以后好吗？好好的，好了。那他师傅麻烦师傅看一下他家里跟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呢、啊？有啊，85年的牛。家里有啊，家里有灵性。家里有，就是我们取了21张小房子，这样可以吗？29张。29张哈，就是、嗯、就是他这段时间就是感觉他情绪不是很好，所以就是对呀、啊，可能是那个晚上脾气就不好了，嗯、不开心。对他出来就没有事，在家里他就觉得看见完了，就心里烦。就是家里呀、啊，家里有灵性。身上没有是不是？身上没有，好吧。哦，感恩师傅，太谢谢师傅。师傅麻烦你再看一个，就是89年的蛇。只能问一个问题了，看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也是看他孩子怎么样，他也是怀孕了，师傅。你是妇婴保健院的、嗯？说什么？我说你这里是妇婴保健院的？不是，师傅，怎么都是怀，怎么都是孕妇啊？啊，都是菩萨保佑的。嗯，生不出来，本来这个人。89年的时候，他就是台庆那次回来以后就怀孕了。嗯，知道。他一直很久很多年都没有怀孕，就是求菩萨。生不出来，本来生不出来。对，他就是你要叫他当心的，这个孩子要多给他念一点那个消灾吉祥神咒，还有消灾吉祥神咒，还有心经，好吧？啊、要给他许愿的，要许愿的，嗯。要许什么愿呢、啊，师傅？最好嘛能吃素呀，嗯。师傅就是说他之前呢、啊，就是他以前他哥哥养了一个那个婴灵嘛，然后一直就是说好像他就没超度走，就他早上以后以前他玩过那个孩子，所以后来一直就梦到那个婴灵。就不知道现在走了没有，他也练了很多小房子，上次师傅说了多少张小房子？好了，89张小房子，赶快念呀，还没念。他现在怀孕还没到3个月，他可以练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他再不念孩子会弄掉他的。他现在还是可以烧小房子给那个孩子，是不是？你赶快啦，要弄的，不要再开玩笑了。这个这个孩子菩萨送是送了，但是不能保证他顺利生出来的。好了。如果这个孩子不超度走的话。哎，好了。会的，会的。好了嗯，好的，我跟他讲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谢谢。感恩师傅，谢谢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喂。喂喂喂喂喂。喂。喂。请讲。啊。喂。喂。哎，听得到不啦？听不到。哎。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啊，我听得到你声音啊，你听不到我声音啊。嗯。电话有问题啊！喂，嗯，你说说看，你说说看，师傅听得到你们声音啊？其实，师傅，如果我讲话你听得到，你看一下，1961年属牛的女的，1961年，她身上有没有灵性？业障比例是多少？那。现在我就举个例子给你听听，你听录音以后，为什么菩萨你在拜菩萨的时候，为什么菩萨听得见你的声音，你听不见菩萨声音啊？现在明白了吗？就跟你现在这情况一模一样，呵呵，所以你跪在菩萨面前跟菩萨讲话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菩萨听不见，你讲话就这么清楚，都听得见，明白了吗？麻烦了，他刚刚说61年属牛的是吧？我想不起来了。
嗯，喂，61年属牛的，麻烦了，不能。师傅，如果你听得到，我再说一下，就是再看一个亡人刘顾氏，刘是文刀刘，顾家的顾，氏是姓氏的氏，1990年过世的女的。啊，刘。我有念了200多张小房子，要现在在哪里？阿修罗道，嗯，因为我完全听不到你的。好，阿修罗道，你再听录音吧，好吗？看过了，那就这样了，再见了。哎，没办法，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。这个菩萨听得见我们声音啊，我们听不见菩萨声音啊，很多人就不相信了，吃喝嫖赌，吃喝玩乐，天天浪费时间。所以也不知道今后将来会发生些什么啊，这个每一天在混日子啊，吃了很多的苦，还不知道怎么样来改变，这就是现在的人生。所以修心就是要活在人间，要体会人间啊，然后开悟人间。你如果体悟不能体悟人间，你怎么来消你的业障啊？啊，所以不能造新业啊！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能有虚妄、虚幻妄念啊！很多人就是活在世界上，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他也不知道应该在人间干什么，他也觉得人间很短，但是呢，他又不珍惜，所以他整天跟别人在争斗啊。所以这辈子在人间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修啊，一心一意。喂，你好。喂。Hello， 是台长啊。哎呀，我跟你有缘分的，要命了，人家这么多人打不进来，你就是打得进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只能问一个人啊，不能问的太多的，讲吧。啊，只能问一个人。问一个啊。啊，讲吧。跟我来打啊，台长。不管了。1985年牛。男的女的？他的图腾颜色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男的，85年的牛。男的，男的。想看什么？讲吧。他有没有灵性？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有啊，有灵性啊，要多少张小房子？49张。49张啊，它的图腾颜色呢？偏深色。偏深色啊。嗯。它和地坛王菩萨有没有缘分？有缘分。有缘份啊！啊，他做梦做到过地藏王菩萨的，地藏王菩萨给他加持过。我看见我元旦还有多少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几几年属什么？我71年属猪。哦，你还有很多，你很麻烦。多少？现在业障很多啊，很高啊，30啊。30秒三点哦。30好了，给人家打打吧。给人家打打吧，不能再问了。好了。哎，帮我看一个佛台可以吗，台长？哎呦，我的妈！啊，57年的属鸡的，他的佛台菩萨有没有来？佛台上有灵性。好了。啊。啊，佛台没有来啊，没来，护法僧来过，不，佛台上有灵性。啊啊，没有没有，是的。好了好了，再见了、啊、再见。好，感恩台长。嗯，他说福气蛮好，整天打架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卢台长吗？还是。感恩台长。啊。帮我看一下89年的蛇。89年的蛇是吧？男的女的？女的。想看什么？讲吧。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？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真的是。哦，你现在比过去好很多了，只有一点点散灵。嗯。
那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一共是56张。56张，好。那现在业障比例是多少？你要记住啊，你这个人过去得过忧郁症啊，有一段时间。对的。对的了，一看就看到。你要多念心经啊，听得懂吗？我现在念27遍。你现在叫我看什么？再讲一遍。业障比例是多少？一般分布在哪里？业障比例，业障比例26。你倒要当心哦。你要当心，你的妇科很不好，妇科。你要记住啊，非常不好，明白了吗？还有啊，这个小腹这里啊，膀胱这个地方都不好。还有腰不好。还有啊，你这个喉咙啊，咽喉啊，咽喉吃东西一定要当心啊。明白了吗？是的。你吃东西咽东西已经有点不舒服了。那我那个，我想看一下我秃头什么颜色。属蛇是吧？对，89年蛇。倒是属，倒是蛮好的。颜色呢是有点浅蓝色的，很浅的蓝色。然后呢，倒有点光啊，我都没想到你这舌上面有光啊。我很惭愧，之前都没修好。没有修好，没有修好的话，那是你修倒是修得蛮精进的，只是你过去的业障比较重，尤其你过去犯邪淫要当心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很多，你很多。我现在脑子里也有，老是有不好的念头，我每天都念5遍礼佛，要求好好的念掉，一定要好好的忏悔啊。有时候有时候记住了，这些东西在脑子里会影响你的修行的，会增加你的业障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团长。好嘞。那我想看一下我的事业，我有没有缘能成为一名公立学校的英语老师呢？你还要去拜一个老师，就是公立学校的音乐老师，拜他为师啊。英语老师。英语是吧？你去找一位英语老师，再跟他进修一下。我现在就是准备要考试，考这个英语老师。我现在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放生多少？努力一下吧，你大概，你要是要去考的话，你最好把90张小房子念完再去考。我许愿是念100张。那差不多。好吧，那么放多少？放生无所谓，放生150条就够了。那我现在功课要调整吗？好啦，没时间了，自己好好念经吧，好吧。胆子大一点，我问你，考不上也没关系，再去考，学校有的是，听不懂啊？好，那个台长帮我看一下，我家佛台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蛮好。好了好了，台长，你帮我看一下。没时间了。15年的。没时间了。好。你想看谁呀？你说你想看谁呀？我的孩子，15年的羊。15年的羊，想看什么？直接讲。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有一个。念多少张小房子？45张，要当心啊，孩子会有些癫痫，抽筋，脚会抽筋。他是不是有点自闭？对呀、啊，不大说话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呀，他放生多少？好啦，不要再问了，自己好好给他念小房子，听得懂吗？感恩台长。你赶快考上去，考上去你之后。做英文老师的话，你家里家境条件会好转的，因为你的婚姻不行，听得懂吗？我的婚姻不行，要注意什么？注意不要乱讲话。好了。对。嘴巴就是。感恩台长。嘴巴乱讲，再见。
再见，台长。嗯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